火箭哈登美联社。早安，自由体育为您线上精彩赛事。今天 NBA 共有三场转播，昨天击败马刺抢下12连胜的火箭将在自家主场迎战东部排名第四的公路，字母哥亚德托昆波是否能守住大胡子哈登的攻势，接下来由东部龙头塞尔提克做客灰熊，以及雷霆踢馆纽约，三巨头组成 CPR 连线将与尼克伊戈波新杰斯一决高下。台湾最新职篮球队宝岛梦想家将进行在主场的第二天赛事，昨天在彰化体育馆盛大展开开幕战，虽然遭菲律宾火焰惨电，但今天下午将再接再厉迎战香港东方龙狮，大家一起替台湾职篮新生力军加油。棒球方面，冬季联盟进行到决赛阶段，中午由中职联队与日本社会人争夺季军，中职派出目前已败的红星旗率先登板，日本社会人则由防御绿井一96冈野右一郎挂帅先发，傍晚6点上演关亚争霸战，由日职东军与韩职联队一较高下。 NBA 9点公路 VS火箭，未来体育10点塞尔提克 VS 灰熊，艾尔达体育一台11点30分雷霆 VS 尼克，未来体育 D-Life 东南亚之篮15点台湾宝岛梦想家 VS 香港东方，彰化体育馆转播，艾尔达体育一台 11 Sports 东森超市。冬季联盟12点季军战，中职联队 VS 日本社会人18点冠军战，日职东军 VS 韩职联队转播 11 Sports SBL 17点富邦 VS 浦原19点达新 VS 金九，场地和平篮球馆转播，未来体育艾尔达体育两台。